英国的财税政策出现急转弯，特拉斯政府的第二位财相亨特几乎是全面撤回了前任财相的减税计划。市场对于英国公共财政的担忧明显降温，但是英国的财政危机是否就此解除了呢？相关话题马上请出在上海中心大厦凤凰卫视演播室的嘉宾邵宇先生。邵先生你好。主持人你好。让我们看到英国新任财相亨特在上台没几天就是神速逆转了前任财相的一个大规模的减税方案啊。那英国的汇市和债市都明显的反弹，隔夜美股也是全线的回升，也就是说呢，整个环球的金融市场信心似乎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但是呢，取消减税计划对于英国的经济来说呢，又似乎不是一个好消息，所以之前由这个英国减税风波引爆的这个黑天鹅是不是真的就此平息了？确实这个有点像一场小型的这种人为的一个危机，现在看起来呢似乎是一个这个茶杯里的风暴慢慢的远去，但毕竟大家也都知道，就是前任的这个财长跟现任的这样一个首相之间，他肯定是有一个默契的政策的共识的。换句话说，也就是现在的这个首相可能想执行类似当年这个撒切尔夫人的这样一个大规模的一个减税以刺激经济的这样一个政策，但实际上也我们也都知道，整个事过境迁，因为现在的整个的国家的负债的水平以及整个宏观经济所面临的这样一个衰退的风险，恐怕不能简单的重复当时的大规模的减税来实现。所以现在这个180度的逆转，其实大家看到的更多的是这个决策者的这个信心的受阻以及政策的一个摇摆，恐怕这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消息。所以我们觉得现在看起来的话呢，暂时风险告一段落，但是毕竟如果拿不出特别有建设性的包括减税或者说是另外一个方向的方案的话呢，大家可能会对现在的首相呢投下一个不信任的一个态度，那么这样的话也会导致金融市场的进一步的波动。那但是现在的话整个市场呢还在一个观望的过程中。另外呢，在这个风波里头呢，英国央行它所扮演的角色也是特别的这个引人注目的啊。像特拉斯政府的迷你预算案在宣告失败之后呢，英国央行它就传出了可能会屈服于市场的压力来再度推迟量化紧缩的计划，也就是说呢，会推迟出售新冠疫情之后买入了这个高达8000多亿的一个金边债啊。不过呢，现在看新闻报道说呢，英国的央行已经做出否认了。另外就是说，央行是否会延续大幅加息的步伐也是备受关注的。所以我们究竟要怎么样来评估英国央行未来的一个政策走向呢？像这个加息的立场是不是真的会转变？那这样连带的影响，英镑的汇价是不是会已经触底了呢？确实，现在我也能够理解，就是英国央行所面临的这样一个两难。那当然，它取决于两个因素：第一，就是自身的这样一个通胀，或者说对市场的这个稳定的信心，是不是能够得到维持。那如果这个风暴确实告一段落的话呢，它可能会保持原有的这样一个力度，加息的力度。但另外一个也取决于美联储在未来的一个月里头所做的更进一步的利率的决策。如果美联储还是激进的加息的话呢，恐怕它也只有跟随，否则的话也会引起相应的英镑的一个弱势或者是金融市场的动荡。所以现在今年的这样一个状态，大家就可以感觉到，其实说白了，央行这个救火队的角色或者左右为难的话呢，它只是使得整个市场能够苟住啊，能够撑得更加久一点，至少在这个迎接这个美国的这个加息风暴真正在明年比方说一季度告一段落之前的话，能够守住当下的市场。所以现在综合评估的话呢，我觉得可能它的整个的加息路径的话呢，由于考虑到可能会出现的动荡的话呢，可能会稍微缓一点，或者说给市场一点点这个喘息的一个空间，这可能是保持目前的稳定的一种比较好的一种解决的方案吧。可能确实像您说的这样，对于英国央行来说是一个两难的选择。确实我们看到两难的不仅仅是英国央行，因为相较于英国呢，其实欧元区它整个面临的通胀还有公共债务的问题也是更加的复杂。像现在能源危机加剧了，欧洲央行呢它周二的时候呢就表示说，可能我需要再多加息几次才能够抑制通胀，可能这个加息的效果要到18个月的时间才能够显现。也就是说呢，利率上升是不是会达到打压通胀的效果，还有一个长时间的观察期。但是当然我们也知道，另一方面利率上升肯定会对区内债务非常严重的这些边缘国家构成一个严峻的压力。所以您判断欧元区陷入衰退是不是真的已经成为定局了？我觉得欧元区可能是要面临的不光是一个衰退，甚至可能是一种滞胀的一种状态。其实呢，大家都明白，其实欧元区跟美国一样，它对原来的这个通胀的大的这样一个这个大平缓的这样一个30年的通胀的这样一个中枢水平呢，其实存在的一种执念，就是说希望能够回到原来，比方说2%左右的这样一个通胀。但其实在目前的这样一个供给条件下呢，显然是不现实的。而且现在的话呢，不管是因为能源价格、地缘风险所带来的冲击的话呢，使得它不可能变成一个短期的因素。如果仅仅是通过需求的收缩，也就是通过央行货币政策的进一步的紧缩的话，那它使出的力度肯定要
足以够 cover 掉这个供给跟需求双方所带来的双方向的这样一个冲击，所以他就要求加得更快，更加猛。这样加的话呢，首先我们觉得可能是经济会受到影响，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可以想见的也就是说金融市场也会经历过巨大的这样一个冲击。其实英国它就是一个样本，其实英国的话在整个欧洲国家里头，我觉得总体评估下来的话，它肯定至少比意大利啊或者希腊来看的话呢，财政跟货币可能还要更加的整固一点。如果这个加息比较激进的话呢，那很有可能在目前的这样一个通胀状态下呢，可能会导致这些边缘的，比方说当时的这个欧洲五国的这些国家的债务的话，面临比较大的这样一个风险。那也就意味着欧债危机可能会再度在这个冬天的话呢，可能会再度上演。这就是大家经常说到的，这个冬天可能会格外的寒冷，凛冬将至。这对于欧洲来说的话呢，可能是一个坏消息。确实啊，这个欧债危机是不是会再次重演，也是资本市场非常关注的。非常感谢邵毅先生在上海现场的分析，谢谢。